对，是金。电脑发不了弹幕，没事啊，陪我聊聊天就好了。线，不知道理我了。
兴奋报道，谢谢，多关注我哦。Hello，佳佳。你好，这么早？你也这么早吗？哎呦，早了，等了好久。换个椅子过来。办公椅，梦幻脸，我也是。啊，这张舒服好多，非常直，对啊，可以靠。满足你们。是不好弄，双胞胎，那我是姐姐还是她是姐姐？快说，谁是姐姐？是连胸法的，是炮头的。好，我要把剪刀换掉。是妹妹吗？为什么我是妹妹？就单纯因为我的眼睛不够年长吗？眨呀眨，眼睛眨呀眨。那个发型，也得有，有。他的发型，我不要黑长直，我就要这种中短发。黑长直对于我来说太难，不喜欢。这个你还会战术后撤、啊？对，战术后撤，战术后撤又后撤回来。好像这件是你的经典战衣。我今天有点去新的。大妈，你们刚上女装，快来找我，我很便宜。快来找我寄拍。
找我，快点找我。怎么好像有点模糊？我是开了钢琴，不可找。我待会再打给你。哦、算了。OK OK， 不调了，我不调了，算了，我不会弄。那先挂了吗？就是说先挂掉吗？不用不用，我好像不会弄。未百合，什么未百合？真百合。这位姐姐超级好看，是的呢，我也这么觉得。我也这么觉得。你们的人去哪里了？人呢？人呢？人呢？人好少了，都成立了你要上班的背景是吗？我今天晚上直播之前一直在拍视频，还有拍照片，拍了大概有差不多一个小时，我才开的直播。然后现在开直播也开了一个半小时，我等于已经搞了两个多小时。新作品可以看吗？拍多点素材，拍多点素材。抖音恢复了没有？抖音恢复了吗？嗯？抖音恢复了吗？没有呢。这些作品没发到还是？还是没什么流量。哦，谢谢投喂，谢谢老板投喂。老板，你最棒，给你表演个才艺。喝水。推广是什么意思？光人气九百是什么意思？星光推广进房间什么意思？有两个都是家教。对呀、啊，有两个都是加价，这个好啊。
你也可以穿高跟。高跟。嗯？你说什么？你也可以穿高跟鞋。对。我现在就穿着高跟鞋呢。刚才我还没有，我准备去拿。我准备去拿。穿，赶紧穿。这话太难受了，我受不了了。一直跳到眼睛里。那你先调整一下，我挂了，然后去弄一下画质，然后我再打给你。OK。或者你等30秒再打给我，我可能不太会打。我待会我去调整。嗯，拜拜。